今天又不火火想啥了？新房面积比较大一点，头的时候给他准备的婚房面积有点小，这考虑到人家以后把咱爸接过来住，恁爸身体也不太好，以后必须得跟着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一个房子我看着跟那阿姨看着也比较合适，下来过来后也叫您看看看看那个位置跟那房间了啥各方面，先得叫您看一下，然后有的要是合适了咱都给人家这门一定一签协议一过户，到时候直接人家写上那两位面，这以后就不用签那么多这麻烦事了。嗯，现在签名了也麻烦，麻烦这等于咱这都一家人们自己一家的写上，省了以后再麻烦了，反正再来回跑，来回这那的一趟两趟办不成事了，太麻烦了。我这一家人都办力量了，以后都没这个事了，咱就操这心了。买房子来是来是好事，过来想两下人生大事，我问他他不跟我说、啊、这不就是人生大事吗？主要就是这房子、啊、这也是那两类大事，这算大事儿、哎、首先得叫你看着那个住的地方、啊、合适不合适、哎、人生大事买房也是之一，对对对，得叫你满意、哎、因为我之前有想过这件事情嘛，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有想法了，但是没有跟时候大家都说，因为毕竟想想这是以后的事情，既然他说了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而已、哦、哎，其实说实话，哎，以前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想着买房可能是对方父母啊或者他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毕竟我自己有一定能力的时候，我就是希望跟时候一块去买房，我就是怕给他添啥负担嘛，毕竟是买房都是父母一辈子积蓄拿出来，十号份之前有说过准备了，我想着说第二点就是想着我说边大买一套房子，就是小房子连近一点，毕竟是两个家庭生活在一块儿了吧，比如说只有咱俩两个自己，想着要考虑对方的感受，可能有的人说实话他不太希望跟对方的父母住一块儿，那有的人觉得不介意，肯定要再问一下十号的意见，虽然说俺爸他自己一个人吧，我也是特别想咱爸跟俺生活在一块儿的，但是还是要问一下十号。我没意见。考虑到这没有大房子，这儿的先过来给俺看一下。哎，以前给你准备的婚房那个有点小，眼睛有点小，这有个大的有合适。说考虑到见恁爸以后，必须得过来看看给恁恁住。这正好有个过来叫您看看，一个看看位置，一个看看房间，看能不能相中。哎，要相中了，相中了直接。相中了跟人家一说，到时候以后直接都写上那两面，就以后就没那么麻烦事儿。没跟您商量，也没跟您没干净啊，那叫相中了，没干净。哎，想个啥？你也就是你要是在一个小区里再买个小点的房子，不跟恁在一块儿住，你这吃饭啥的还也是不方便。真的，恁爸年龄越来越大，你就是在一个小区离得再近，也没有家就在一起住多点儿方便。照顾起来他也方便，本身他的身体也不太好，你让他自己住，你父母也不放心。说实话，俺爸他确实是，他以后。他也不打算再找了、嗯、然后照顾他肯定是我去照顾他，那是有时候想想我家庭条件比较特殊，也是希望能多担待一点、哎、是吧？这没啥的，这样的能把把你养大其实不容易，要我说以后要必须得把能把结果给真的不知道能大想清楚这件事情。其实我还想先跟他说一声来，要是他觉得就是我就是想着要是住在一块不合适，我就自己买一个，我一直给俺爸这样说的。然后刚才给你说以后一直都在操着这个心了，我说以后你要自己那个反应大一点了。就是想给您一个保障。